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上午好。那今天这堂课呢，我们学习汉语语法的第29课，该什么了？该吃饭了。It's time to eat your dinner. Have your dinner. 该什么了？到了什么时间？做什么事情了？在上这节课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，一首邓丽君。还有一首慢歌，大家比较容易去唱的啊，唱给大家听，大家可以去学啊。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。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是不是很好听啊？很好听的歌曲啊，我非常喜欢邓丽君唱的歌曲大家呢？可以去学他的歌呢，比较慢，大家比较好学啊。OK，let's your hand，该什么了啊？该什么了 该你了，小朋友，该你了，小朋友，圣诞老人是吧？发礼物了，发 present 啊，圣诞啊，Christmas，该你了，该玛丽了，该加 noun 了。叫什么？按顺序到了的 order，turn on you，turn on you，到你了，该玛丽了，我们来看啊，前面的同学先回答，所以现在该小明了，按顺序啊，该你了，小明答完，该小平了，该这个5点了。该下班了，该加动词短语啊，verb phrase 加了，表示什么？到了做某事的时间，it's time to do something。比如这个，6点该起床了，对吧？6点了，该起床了，7点了啊，该吃早饭了，7点了，该吃早饭了。应该你的 no 应该是 should to something，该你了该你了，turn on you，turn 是 turn on you，right？your turn，your turn，该作业了，该作业了，no 是到time to do something 是吗？该加 verb phrase 再加verb 的 verb phrase，然后再加 noun 该什么了？我们来看到这个两人一组，然后什么？金一鸣按顺序一个个的考一口试啊，I just KK，I just KK，金一鸣说完该谁了？金一鸣说完该山田了，这样这个 game。我们来完成这个句子啊，期末考试结束了，sorry，该放假了，该放假了啊，下周有考试，该复习了，该复习了，钱花光了，该去取钱了，该取钱了，该加 web phrase 再加了，头发太长了。该什么？理发了，该理发了。累了一天了，该
该休息了，该休息了。大学毕业了，该找工作了。在该找工作了。这个用法还是很简单，right？该加什么？noun 加了，得什么？turn 怎么？turn you your turn 啊，你该小明了，小明，该我了，就按照顺序到了什么了？该加 web phrase 再加了，该下班了，老师该下课了，表示什么？Indicate it's time to do something。OK，根据你一天的作息时间，用该加 web phrase 再加了写五个句子，at least 5 sentences。该七点了，七点了，该起床了，七点半了，该去什么上课了，daily life 哈哈哈。Oh my God，fool，12点了，该睡觉了。哇哦，9点了，该上汉语课啦，该学习汉语啦，homework OK，该表示什么？还可以什么？表示推测的意思，表示推测，predicate。要是每个星期休息3天，该多好啊，该多好啊！那个地方该下雪了吧？该下雪了吧？应该下雪了吧？应该，那这个"该"呢也有这个应该的意思。该表示什么？guess，guess。下个星期你们该放假了吗？该放假了吧？那应该呢？Should do something。那这个应该放假了吧？也表示什么？推测的意思，也有推测的意思啊。OK，it's the lesson today. It is easy, right? This class I show a Chinese song for you. 叫做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，美酒加咖啡，我想再来一杯。OK，See you next time. Bye. See you. Bye.